大家好，我是杰媳妇儿。今儿俺姨一说要去给俺老姑送神仙药了，亲自去送我似的。这命令俺这伙的这好嘞，好多少呀，姨？嗯，俺老姑说好多少来呗？你给俺好多少呀？500磅吧，500来磅。好，500来磅。嗯。这这个厂都看不到这钱了。这谁家家伙偏老了？你们这个送完的挑着高低捡个好的人好啊，你能给他送完的啊？看您的，您在这还得职业呀，是吧？您的，我不能好，我要能好是我也能好，我不能好，我也不能糊的。你不用好，俺好得了啊。爷，其实你也不用好，叫我给俺爸俺奶也好得了啊。我也好得了，就是我好慢的，我并不能慢。爷，嗯，俺老姑说叫你去给俺送嘞。你俺姑说那个木梳，木梳叫你去送嘞。木梳也一个自己人，我俺好了，我俺送的，我比他人也省力，他起点是不如我，不如你啊、嗯哦！你看你这，你还得姐姐妹子一天，再大一的姐姐妹子一天，叫我还得给亲自给妹子送上去，妹子不如家家说骑电车。那不是，又不是外人是呗？哦，是听妹子是这意。那可不嘞。那好好俺这姊妹俩是呗？好好给姊妹俩，可不累，当哥哥的就惦记是呗？俺老胡今年多大了？今年他76来了。今年76来了。看着这70岁的妹子哥哥永远也得惦记。这个厂好不见了，跟局里怎么样？厂里好的吧？去局里呢？啊、哦，是吧？你另接你了，俺干了。你看你在这还得解毒，俺叫俺挑最好的，还得这个不接了去那个厂里，这挑最好的给表哥去送我这里。啊、哦，你瞅着，给俺送，不给俺送点好的？你看，他那当做的，他当做的，真当为当的。奶奶，你是不是这一个表姑是不是给可亲的耶？我不是这一个，我当俺家的就俺姊妹俩，俺比我小两岁，俺口里俺叫我都跟那亲姊妹们拿着。嗯，就是。来，把那个布袋给我的，俺装布袋。装布袋。嗯。你这够了，那个装布袋呀。听你老五说，再这样的，其他五给他好一点。啊，这俺爷一命令必须做到。咱差500吗？那咱这500可多了，这搞这做啥？做到这儿吧。怪要不够了是呗？哎，交去给俺姑送来吧。交去给俺姑送吧，交去了到时候，我看不见着，俺到时候坐会儿收拾收拾。哈哈哈哈哈！交去吧。我说我去吧，你愿意去？他说也去吧，我也愿意去看看咱妹子嘞。行。慢点啊。啊，我这也多少车道啊？啊，一辆公路。啊，一辆大公路。去吧，慢点啊！啊，没事。啊，哎，去吧，慢点，慢点啊，去。哎，慢点啊！哎，你这个车还得上号呗。上回来了。回来了。啊，你要说啥？俺这有信任，我爹这。哦。俺爹多行。你看看吧，我家的信号不赖啊。俺的信号不赖，就是你找个月货点，我看这个样咋不干月货？这个月货还是月货？
到那坐会儿也。啊，到那坐会儿，那咱老道好十里八里的，那我骑电车。一会儿就到了。不打算到那，但是我那山上给人家家说山上挺好的，不带。我觉够了呀，可够了。够了。我说，够俩人，要不点点香，俺这回。人家这香还挺热乎。啊，嗯，你尝尝说，嗯。就是，你看俺老姑，你看。你送谁给人家老姑给你送信送钱怎么的人家小孩挺甜啊你就是挺甜这个小孩吃而不耐吃那行别看叫这个姓比这大姓甜这个姓熟了你知道没嗯你大姓是这还不得很熟的嗯我你看这个还立刻还是还挺甜嗯你吃呗我不吃我在那都吃在那都吃的